这个陆景贵私心太重，这样也好。黄总的意思是？ 没想到这的确不是我们的真实身份。你们他指挥？我替阿贵，阿贵他不会同意，反而会激化我们两个矛盾。他这个人就这样。 上就没问题了啊！哎，仔，你们是诚心的丢我的脸是不是？好不容易到首府来打球，你们带脑子来了吗？啊，对手是比我们强的，但精神不能倒啊！宝玉，一会儿你上。那个教练，我上的话，阿峰继续留在场上。阿峰下场，坐在这好好反省反省。阿爸。 我跟宝玉一块在场上，能够。我是教练，我有权决定啊！你下场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怎么让阿峰下去了呢？从现在开始，分我这片，集中精力打好这场球啊！对方水平啊明显在我们之上，但是我们输球不能输人，还是要用心打好这场球。 这样，鲍哥，我们俩调换一下位置，靓仔，你替阿峰打得分后卫，我打小前锋，好吧？好，那你，四个位打穿墙，海仔。 陆主任那边，你得拉他一把。
你是说球场之外吗？球场这事儿今天能这样，你敢说不是你导演吗？我没导演，没现场，我一直老老实实坐在你身边，我都没看离开过你的视线。嘿嘿嘿，晃点我，没那么容易的。上次你就给我打了背景板，因为我不知道。 忽悠我！哥，怎么了？今天这场比赛啊，你别太自责了，根本就不怪你，那都是老爸安排有问题。他不让龙宝玉上场，所有人心里都不服气的。说老爸，怎么都糊涂成这个样子？ 你说什么？县长，这场球有看头吗？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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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玉，宝玉换上来了。这个龙宝玉，球打得不错，一定是你们学校的主力吧？ 我们学校可没有这么好的球员。找个队员试试他，我看能不能把他砍死吧。好吧。小宝，你儿子会打球，我那个队员是打过青年赛，前8名的主力，他都能过了。哎。 说明啊，他是经过专业训练的，蒙上的，队长。哥，还有半场比赛呢，下半场你和龙宝玉强强联手，一定打得比上半场好。再说了，我们今天过来就是为了打出自己最好的水平，输了不丢人的。我说了，我不想打了。 不是农民篮球队的，我就是农民篮球队的。亮子，你敢说这个球是蒙的吗？你尽管专业训练的，哎，别骂我啊！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。行了吧，我也听说了，你把宝玉送到什么地方专门去学打球了？哎呀，真没有啊，梅县长。 这开始啊是陆金贵造谣，后来变成什么打不过我的借口，真没受过专业的训练，瞎的。<笑>王局长，啊，你信吗？我肯定不信。<笑>王局长，啊，这马上就中场休息了，你看是不是得跟陆主任谈谈？嗯，我是得跟他谈谈。你是不是在怪龙宝玉啊？ 怪龙宝玉，有吗？龙宝玉上不了场，是阿爸不让他上，我为他说话了啊。可是结果呢？我被阿爸一顿训斥，你看到的呀。就是在怪龙宝玉，看不出来。陆清苗，你喜欢那个花仔，自己跟他说去，我管不着啊。说打球怎么又扯上我了？关我什么事啊？我跟你讲最后一遍啊，我不喜欢龙宝玉。 梅县长，咱们到那边休息一下，好吧？好的。梅县长，啊，我去跟黄总说两句。啊，行了，我跟黄总有事儿谈。啊啊，你就别老跟。好好。走吧。黄队长，你不去休息室啊？我要去教训教训陆星贵。哎，你别管他。我不去，他正在气头上，我不敢惹他。<笑> 什么意思？啊！你不让宝玉上场，引起了队员们的强烈不满，你知不知道？黄镇长，平心而论，我是教练，我有权安排。宝玉啊，是块好钢，我准备用在刀刃上的，在这一点上啊，我没有私心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
你刚开始啊，让着所有人围着你们家阿峰打，啊，你以为看不懂了啊？啊，到后来你让保育上长把你家阿峰换下来啊？你以为啊，所有人围着保育打这个把球打好了，你面子上下不来，恼羞成怒了是不是？我，您爱怎么说呀，您就怎么说吧。别怎么回事，我被人给整了。 阿姨，哎呀，那个喵仔去哪儿了？他刚刚出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我在追忆里都在你身上。<笑>你打得太精彩了，真的，我拍了好多你打的照片。是吧？行行，那你先拍着我，我先上场啊。去，你这会儿。龙宝玉他毛病再多，打球归打球吧，态度很认真。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，一上场就想着自己，啊，队长绝对主力。 谁都不能抢你的风头。陆清苗，我最后告诉你一遍啊，龙宝玉上不了场不是我不让他上，是阿爸不让他上，我还想他上呢。那他上不了场怪我呀！啊，你看看他们在场上怎么对我，我拿球没一个人跑位的，而且只有豹哥一个人给我传球，他们这是故意的。他们对阿爸还有意见，我对阿爸还有意见呢。他们视而不见，集体起来孤立我。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 还是想到你自己，你们刚才在场上，那都乱成什么样子了。龙宝玉在下面为你们着急，你看得见吗？陆清苗，你是我妹啊，我不想跟你吵，你别再烦我。我也不想跟你吵，我现在就问你最后一遍，这个下半场你是打还是不打？不打，你就比不上龙宝玉，你这辈子都别打了。 看到了，所有人对阿爸都有意见。阿峰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阿爸，你帮叔也有责任。球队命名为“洪水和龙虎”，他没有征求你阿爸的意见。被宰拉拉队的演出把两个村作为一个整体宣传，也没有征求你阿爸的意见。这些既成事实端到那么多领导面前，你阿爸肚子里有气说不出来。 难免会在球场上撒脾气。你是他儿子吗？应该多理解他。哎，花女，跟你说句你不喜欢听的话啊。阿峰的球打得是挺好，不过和我们宝玉还是有明显的差距。他觉得宝玉在场上抢了他的风头，心里不爽，一点都不在乎我们的荣誉。在这点上，阿峰不止比不了宝玉，连靓仔都不如。你看人家靓仔。 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，全心全意的打好比赛。美姑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都听你的。嗯，时间不早了，赶快回去吧。得，走。 太在乎输赢了，这人就这样。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你们俩事先沟通好。
那么这场有特点的比赛会打得更精彩。对，我没做什么。大宝，哎，有一个好的想法固然重要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去实现这个好的想法，那还是不行。所以你得赶快想出一个好的办法。我没太听懂。今天这场比赛你跟陆主任配合得不好，当然了，不过结果还不错。已经尽力了，尽力了，哎，尽力了，尽力了。哎呀，我们输了。发挥的都不错。这个什么玩意儿？朱指导啊！哦哦，哎呀，你好你好，朱指导，你的球队不错，就是水平没有发挥出来。说的是啊，今天我们输的太多了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但主要责任不在队员，在我身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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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哎，黄总啊，啊，哎，好。黄总啊，黄老板他好吗？挺想念他的，真心话。谢谢，他很好。大邦，你对这次比赛一点也不重视呀？哎，一场友谊赛，领导联系群众，这个过程重要，结果不重要。这场比赛很重要，这毕竟是你们两个村第一次正式组队呀。今天这场比赛呢，你也看到了，让陆金贵感受到两个队合在一起那种力量就足够了。你看他，哎，哎，陆主任，孟县长。哎呀，今天这场球赛看出距离来了吧？哎呀，你说这水平，我们能打进万村赛的16强吗？本身就是两个队，上河村队跟下河村队临时摆在一起啊，根本就打不起配合来。陆主任，你的决心去哪儿了？刚才我听说你们还要打进16强吗？他们打不进16强的。你看看，我们的专家都发表意见了。大邦，听说龙总会在你们那边进行茉莉花新品种的实验小试。哎，黄总，这个东西有多大前途？这就要看你怎么做了。如果只是提供实验田、提供工人和服务，那就没什么前途。那如果能够成为茉莉花的实验基地，公司化运作，你们成为其中一方，那可就大不一样了。我真希望能和你约个时间，你再到我们那儿住上一段，越长越好啊。我太需要你们这样高人指点了。哎，麦指导，你给点评点评吧。梅县长啊，他们两支球队呢我都看过了，别说是一支球队，就算是两支球队合在一块儿，以目前的水平来说，能打进32强就不错了。16强他想都别想。麦指导，你一点希望都不给我们啊？啊？陆主任呐，今天要不是体育局手下留情，你们40分都输了。就目前这支球队，除了宝玉以外，其他的球员都是靠感觉打球，万梓赛16强不容易啊。陆主任，这毕竟不是你们全县的比赛，而是全区的农民篮球赛。说的是，一盘散沙呀，一盘散沙。努力吧，好吧，陆主任，走吧，这边。偏偏少年郎又要上路了。我想了很多，你们为了这两个村子一直在努力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？宝玉啊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你专门回来打比赛，就是对家乡有这种放不下的责任感。热爱你的家乡，不一定非得回来的，在路上去实现你的梦想，跟你热爱家乡并不矛盾。黄总，那你说，我们两个村还能重新走到一块儿吗？你爸、姑妈都在努力，很多人一直都在努力。黄总，那我明白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宝玉，青苗是个好姑娘，她喜欢你。你是说苗子呀？行，那我知道了。那我走了。嗯。
这个人嘛，什么都挺好的，就只有两个缺点。你第一个缺点嘛，就是太花心了。第二个，做事情啊太不负责任了，太没有，太不脚踏实地了。哎，叹什么气啊？有愁心事啊，大哥。我曾经跟你说过吧，我小的时候呢是在大城市长大，自从回到农村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无法接受自己是农村孩子的身份。可我后来想明白，其实呢，我终究还是会回到这里，因为我的根在这儿。那咋了？有些孩子像你一样考上大学，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但是大部分人呢，大部分的农村孩子来到城市以后，无非就是打工，啊，做些小买卖，哎呀，做一些小生意，毫无梦想生存下来。难道这就是你说的脚踏实地吗？或者像这些杀马特游荡在城市集合部，这不是他们的错，只是呢，他们在城市失去了自己的根，又空怀着梦想，无法被社会主流所接受，他们不甘心，只能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如果你让我脚踏实地的话，可能我也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。那你呢？你的未来在哪里？干嘛要急于确定自己的未来啊？我们现在还很年轻，对不对？说不定有很大的潜能。世界那么大，不到处走走，哎，说不定我能成为行走的艺术家。你要是成不了艺术家，怎么办？那也没关系啊，至少自己没有遗憾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你什么都不考虑，挥霍青春，到头来一事无成，怎么办？黄总呢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呀，我们农村孩子有个很大的优势。我们有什么优势啊？我们能接受失败。不懂。就是像我们农村孩子呢，很勇于往前，没有任何负担，也没有任何压力，即使失败了，还可以再回头再来。大花哥，你知不知道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那么认真。我说明老总，你能不能别老是大花哥大花哥说吗？我花不花心你怎么知道？说不定我只钟情于一个人。走喽。喜欢你，你为什么偏钟情于一个人呢？阿妹啊，所有的事儿我都跟他说了，他能做的一定会做到。就像这次回来打比赛，宝玉是个好孩子。阿妹啊，通过这场比赛，事情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，阻力完全来自于夏河村。这阿贵哥真的太固执了，这陆守仁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呀。你说吧，在你哥遇到困境的时候，陆主任主动站出来，为了你哥，为了上河村，用志宝的话说，就是把那根关乎生死的绳子系到了自己的腰上，赢得两个村庄所有人的敬重啊。这怎么一到了关乎两个村庄共同前途的时候，他就变成这样呢？我真的想不通。应该是跟31年前的那场大冲突有关吧。那时候，当家的应该是金牙公吧？陆主任只有十几岁啊。金牙公，阿妹啊，那场影响了两个村庄30多年的冲突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？你了解吗？村里知情的老阿公都闭口不谈，我也问过阿妈很多次，她也不愿说。这个扣吧，必须得解开。
我可以想办法激怒阿妈，激怒阿婆。是，现在正好有机会，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。这么说，茉莉花新品种试验成功了？嗯，成功了。我明白了。你这笑什么呢？王教授啊，和你们是一伙的。这个实验成功了，他想甩开我，你们自己干，对不对？啊，让我识破了吧，阿妹。阿哥，我这不是和阿晨过来告诉你来了吗？哦，这么说，是他想甩掉我，你们还想继续和我合作？也不是，王教授呢是个挺严谨的人，小事成功还没有经过鉴定，他是不会提前告诉你结果的。阿妹啊，你连你阿哥也晃点，王教授不告诉你们，你们怎么知道小事成功了？王教授告诉你们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啊，你阿哥这脑袋好用得很。阿晨，没办法，瞒不过阿哥。不瞒你说，王教授和学校呢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想法的，他们是把你们作为土地、人工服务的提供方，要把他们自己的利益作为最大化。当然，谁不想把自己的利益作为最大化呢？我是资金的提供方，你是环境的提供方，没有我们两方，王教授的新品种培育是做不下去的。中式实验必须是以公司化来运作，我们要建立茉莉花新品种基地。陈老板，我相信你。阿妹这次跟学校和王教授呢谈判谈的是非常艰苦，我们的条件之一就是上河村必须是公司的股东参与进来，保证我们三方长远的利益。哦，他们同意了。龙主任，这次我来呢就是来签这份合同，我们三方的合同。阿妹，别怪阿哥胡说八道啊。龙主任，现在有个问题，中市呢要需要下河村所有的花田。那你们跟陆金贵谈过了？陆主任那边呢，我还没跟他说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哦，行，你们试试吧，可能有点难度。二位主任，上桌吧。姐，得了啊，志宝，什么叫上桌啊？龙大哥，上回你带着韭菜来，荷花还赔了呗。这回我发现韭菜更加丰富了呀，陪酒的还换了蓝志宝。大宝，你葫芦里面到底要卖什么药？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？阿贵，不说你满肚子阴谋论你不舒服，你要带着酒去我的家，我欢迎欢迎，我特别热烈的欢迎，你是瞧得起我。你算了吧，你们两个脑袋里面转悠的什么，我比你们还清楚呢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什么好心。我喂猪去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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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开饭喽！哎呀，来。阿贵，最近那头驴是不是在你家附近出没呀？姐夫，你是不是找那头死倔死倔的驴？没错，他是不是在那边太孤单了，又回来了？没准呢，又回来了。你更不能藏在屋里，肯定在院里。这样，我给你找找啊。驴，驴，
你觉得这一回阿贵他能听你阿哥的吗？阿妈，我觉得你对人阿贵哥偏见是不是太大了？我对他偏见？我觉得阿贵哥和我阿哥啊，从心里讲他俩是一致的，只不过阿贵哥有时候比我阿哥想的周全。他想的周全？哎呦，不是阿妈看不起他，就他那个小肚鸡肠，他没法跟你阿哥比。我把话放在这儿，这一回啊，他还得跟你阿哥对着干。阿妹，听到没有？他就是一根死皮筋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对他你要警惕警惕再警惕，你不听，别让他骗了。人阿贵哥从来也没骗过我。上一辈子事情不好说，我们这一辈两个村闹到今天这地步，我觉得阿哥责任更大一些。他老是咄咄逼人，从来也不在乎人阿贵哥的感受。阿妹，你忘本了。我怎么忘本了？有些事情我不好跟你说。阿妈，什么事情啊？你说呀说呀。阿妈，是不是当年我们也有对不起人下河村的地方？我们对不起他们？31年前，下河村不费吹灰之力，顺顺当当的把我们踢出去了。他们怎么能做到这样？你都想不到啊！是戚阿公做的决定。戚阿公他哪有那个本事啊？是你阿爸做的决定。小事成功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王教授还给我保密，阿妹透露我确切的消息，成功了。小事成功了，是不是就要大面积普及了？哎，还不到那一步。小事成功还要进行中试，中试成功了，新品种茉莉花诞生，就可以实现规模化推广。你得明白。哎呦，美好前景啊！陆主任。来干，蓝志宝，干什么干呢？你小子是不是一门心思的想把我灌醉了，然后另有他图啊？不能够，我就是想为美好前景跟您喝一个，我是觉得很幸福。你不幸福？我姓陆，对，姓陆的不幸福。我也不幸福。我姓蓝，行，为你姓蓝，咱们干一杯，得不得？哎呀，姐夫，太幸福了，真的。干脆这样吧，从此以后啊，咱也别叫各自的姓氏了，都改姓福。哎，这样呢，大家就是一家人，不分彼此，怎么样？蓝志宝。你除了给你姐夫当跟屁虫，是不是就想把我灌醉了？我怎么又成跟屁虫了？我，你怎么不是跟屁虫啊？他说中试成功，你就前景美好，还让我跟他一块幸福，幸什么福啊？不分彼此一家人，跟谁呀？上河村的？做梦呢吧？不是，我是觉得这一家人，你想想，多温馨，多幸福。我姓陆。哎，他姓陆，姓对。我阿爸怎么能做这么大的决定呢？他不就是一个小学教师吗？在你的眼里，你阿爸就是个小学教师，村里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讲话。
阿妈就给你讲一讲。说起来，话就长了。人民公社那个时候，上河村和下河村合并成一个村，叫洪水河村，组织上呢叫洪水河大队。下河村呢，地势好，地多，地好。我们上河村在山里边，没什么好地，所以两个村一开始合并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我们占了他们的便宜，拖累了他们。后来到了分田到户，按理说呢，是应该按人头分。可是他们说，那地是他们老祖宗留下来的，要是分到我们手，他们就拿不回去了，所以他们就不干了。村干部都是他们下河村的，老金牙是支书，他们就决心要把我们踢出去。这么一来，两边就闹起来了。那领导给我们解决了好多次，都不管用。后来两个村子就发展到要动手了。就这个时候，你阿爸把上个村的老阿公们召集到一起说：“老阿公们呐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斗不过他们呐。我们老龙家祖祖辈辈都活过来了，到了我们这一辈，我们离了下河村就活不下去了。老阿公们，我不信，我们就长口志气，干出个样来给他们看看。”就这样，拆了队，分了村。阿梅呀，那时候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呀，穷啊！你还记得吗？冬天那时候你上学，连上鞋你都穿不上。阿哥从城里回来，你阿哥用了五年的时间，我们村的收入就比他们翻上去两倍还多呀，扬眉吐气啊，阿妹。你阿爸临咽气的时候，对你阿哥说。争了气，长了脸呐，将来有一天，你把下河村收到我们上河村来，给我们上河村的人争这口气。是我阿爸临终的时候，对我阿哥的嘱托。搞中式，龙大帮，你用到我了吧？阿贵，你这话说错了，怎么叫用到你呢？合作，不分彼此，精诚合作。哟，都谈到精诚合作了，陆主任，多么美妙的词汇啊！这样，你喝茶，我喝酒，咱再干一个。你要再不让这么个话痨闭住他的嘴，
你想跟我谈的事儿，就别谈了啊！不是姐夫，我怎么了？啊？你不能答应他，这是无理的要求啊！什么叫无理要求？什么叫无理要求？你喝的是茶，我喝的可是酒啊！对，他喝的是酒。你算了吧啊！大棒，你来是跟我谈正事的，别忘了。阿贵，我和这个志宝来就是找你喝酒的，没有什么事情。就是啊，别兜圈子了啊，直奔主题。你闭上你的嘴，喝点酒就这样，别生气。阿贵啊，这个中式还需要一段时间，咱们今天先务虚。什么务虚？你们带着韭菜来啊，还带着这么个东西来，就是为了务虚的啊？算了吧，哼。我这哪东西哦？村篮球赛马上就要开打了，县领导提出要求，一定要进入16强。阿贵，你对梅县长夸下来高，我可记着呢，请领导放心。领导不放心，黄镇长，你今年就别指望他了，他是我手下败将，哎，你就不用劳神费力了，安心搞好自己的生产，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，只能落到本人身上。